他笔下的葵花金碧辉煌，却又朴实无华，开创了全新的葵花画法。他笔下的葵花或年老持重，或天真烂漫，于无声处彰显独特魅力。我自向阳朝天笑，为您讲述画家贾大年的画葵之路。他一生追随光明，他一生默默无闻，如果我们把他比成人，他的这种崇高的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楷模。所以我一想，我一定要表现他，把他的美表现出来，把他的思想表现出来。徐悲鸿画马独步当时，齐白石画虾霁月古人，郑板桥画竹别开生面，而画家贾大年则以一手好葵花名闻画坛，被称为葵王。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入了秋就干枯了啊，但是他在他画里面表现的向日葵呢，可以带着雪的，他用一种极其浪漫的一种浓烈的色彩表现自己心中的一种向日葵的那种精神啊，那种向上，尤其是里边这个向日葵籽儿的这个表现上，它可以申报专利啊，这种表现技法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从小就喜欢画画涂鸦的贾大年，也是从临习徐悲鸿与齐白石的作品开始学习画画的。画着画着就开始画徐悲鸿的一匹马，我认为画得挺好的，我就把它呀送给了我一个同学。结果我同学特别的震惊啊，说：“哎，你还画画画，我画马比你画得好啊！”我说：“我一看，他确实画得比我好。”哎呀，这觉得哎呀，特别的觉得说不出的那种难受。我说：“你怎么能比我画得好呢？”我不画了。哎，小孩的那种逆反嘛，就不画了，不画了都。我不画马了，我画别的呀，是吧？画虾。1957年，贾大年出生在一个老北京的书香门第，家里收藏了不少名人画谱。于是贾大年找出了齐白石画谱，开始临摹白石老人最为著名的画作《虾》。一段时间之后，他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家人看，在获得了一致称赞之后，贾大年把这幅他的得意之作送给了他另外一位同学。结果一个同学特别高兴，挂在家里。结果过了一年以后，我又不是来宾嘛，我就在上学的时候从这一过，哎，那怎么一张画啊？我一捡起来是我的画。哎呦，那个时候当时那种心情啊特别难受，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下一个决心，就自己要学，要认真的学。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贾大年开始钻研工笔画。男孩天性就喜欢摆弄昆虫，于是贾大年就从工笔昆虫开始画起。为了方便观察，他把自己的卧室变成了虫子的饲养基地。画草虫啊，逮了好多草虫，满屋都是，弄得那屋里边一定，尤其是那个草虫死了以后的那个味道啊，那味道臭啊。结果观察这个草虫，画草虫，那么我画了，当时画了基本上一卷儿，就是各种姿势的这种各不同那种草虫。结果我想让一个老师去看，
我就夹在这个车后边，那时候没有汽车啊，就自行车嘛，啊，我就骑着自行车去老师家。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就觉着后边空了，我一回头，没了。多年的心血，竟然因为自己的粗心而遗失。心急如焚的贾大年赶紧循着原路寻找，找遍了几条街道之后，终于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自己的积攒了几十幅草虫的手绢。然而这时候的贾大年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你想在花都哪儿去？想没了，我急得我要赶紧往回去跑啊！那掉头就往回走，找，沿路找，那找着了，全是碎片儿，就是让人家给撕的，全都碎片儿了。哎呀，那时候那个心情啊，特别沉。那现在想起来，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刺激，啊，就是觉得好像，哎呀。怎么你要做一点事情这么难呀？是不是老天不公啊？是吧？当时有这种想法，后来坐在那儿自己也特别难受。受到打击的贾大年并没有对绘画失去兴趣，反而比以前更加刻苦。从那个时候开始，贾大年接受了正式的绘画学习。那时才十几岁的他，经常独自骑几个小时自行车到老师家里学习。70年代初，贾大年和他的同龄人一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他对绘画的热情也因此中断了。那时的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将就此度过。然而每天繁重的劳动之余，心底总会升起一股莫名的失落。在贾大年的寝室里，有一个叫刘世雄的年轻人，他也喜欢画画。每天晚上回到寝室，刘世雄都会拿出速写本练习画画。他每天晚上都在画，所以我们就特别烦。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老琢磨说：“你这画画画，大家都没法休息。”有一天，为了不让刘世雄继续画下去，贾大年故意把寝室的灯泡弄坏，心里想着，看你没有灯还怎么画。哎，结果一看，从他的被窝里边冲出一种，哎，闪出一束光来。结果再仔细看，人家趴着那个被窝里拿着电棒照着，还在默写，就是白天所看到的景物。哎呀，我看完以后，哎呀，特别感动。我一想，哎呀，我说这不行。后来我就从那个马房，就是我们那个。马棚里边啊，我就偷这个灯泡，哎，那时候叫偷啊，其实就摘了个灯泡，然后那个给它放上了。这个小小的灯泡让贾大年深受触动，他问刘世雄：“现在画画还有什么意义？”当时他就跟我说：“错了。”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你学到的任何知识，将来都会有用。”啊，艺不压身。啊，他说我一直坚信着这个信念。他说我希望你也应该捡起来。他说何况你小的时候又非常的喜欢绘画。经过那次长谈之后，贾大年又拿起了他的画笔。每天不管多累，他都会画点速写。田间地头的劳动场面也自然地成为了他第一手的绘画素材。
1978年，高考恢复之后，贾大年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舞台美术专业，开始了他的系统学习绘画的道路。那个时候，中国的绘画刚刚从封闭的环境中挣脱出来，很多青年画家对国外的艺术充满了憧憬，一股出国潮逐渐兴起。1991年，已过而立之年的贾大年，也朝着他心中的艺术圣地圣彼得堡出发了。作为一个画家嘛，你在不同时期长时间的绘画过程中，你一直找不到一个点，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补充自己。那么我是比较推崇这个俄罗斯的一些画家，我非常敬仰他们，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接触比较多。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去俄罗斯，我要去看原作。所以呢，在这个冲动的驱使下，和这种渴望和追求到什么的这个驱使下，我就决定了到俄罗斯。圣彼得堡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城，拥有列宾美术学院、莫西纳国家艺术设计学院、奥斯托洛夫斯基戏剧学院等一批著名的艺术学院和众多的博物馆。对于从小就受到俄罗斯艺术熏陶的贾大年，这里无疑就是他的艺术圣地。一天，贾大年来到了被称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夏宫。正当他刚刚走进欧洲馆时，远处的一抹金黄色吸引了他的注意。里边有一幅画，金碧辉煌，就当时我步入大厅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这幅作品，因为它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烈，它是一个金黄色的一幅作品。那么当我走近以后，我就开始看到了，哎呀，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突如其来的就那种感觉，就是由衷而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们中国画怎么就不能亮起来。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绘画，笔墨一直被看作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清初画家龚贤在《论画》中曾提到，一曰笔，二曰墨，三曰丘壑，四曰气韵，但很少提到颜色。几千年来，中国画讲究写其意，书其形，但是对色彩的运用也只是跟水墨结合，所以中国画的颜色往往比较凝重。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而且非常强烈，但是呢我又非常徘徊，到底以什么题材，以什么方式，以什么手段去表现，去把中国画在中国画的这个绘画方式里边去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一直就比较困扰。回国后的贾大年也零星地画了一些画，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表达他内心深处那冲动的题材。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载体来诠释夏宫里那一抹夺人心魄的金华，突破传统，让中国画亮起来，成为贾大年苦苦追寻的绘画理想。这里是位于经济交界的官厅水库。1996年9月的一天，贾大年约了几个朋友来这里钓鱼，而就是这天下午的一个偶然发现，让贾大年豁然开朗，找到了灵感。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对岸一片金黄，
就好像似乎找到了一种感觉，找到了一个归宿一样。哎呀，我说太美了，我说你们先吊着，那我去看看。哎，对，过去说望山跑死马，看着隔岸挺近，但是一开车去，哎呀，开了一个半小时啊。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贾大年终于来到对岸。可是那里除了一片向日葵，并没有别的东西。贾大年并没有找到吸引他的那片华丽的色彩。正在他灰心的时候，突然有一束光照进了眼前的葵花丛。晚霞的那一束光照耀在这个葵花的这个丛里面，丛里面显出来一种非常耀眼，那种红颜色、橘黄色混合在一起，透在这个绿叶子上，再加上它那个葵头的那种黄色，凝聚在一起，那种感觉非常耀眼。当时我一下就迷住了，一下震惊住了，啊，也震撼了。哎呀，我在琢磨，我苦苦追寻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点，我终于找到了它，像葵花，啊，一生追求光明，是吧？光明磊落，朴实无华，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是吧？到了他晚年，把一个硕大的果实奉献给人间。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人，那么他的这种美德，他的这种精神，是吧？他的这种崇高的这种精神，真是让我们应该去学习，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楷模。所以我一想，我一定要表现它，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琢磨它，去揣摩它，最后要把它表现出来，把它的美表现出来，把它的思想表现出来。在决定画葵花之后，贾大年迟迟没有动笔，他在思索着用一种什么样的绘画语言能够把中国画的意境与他一直憧憬的色彩紧密结合起来。我们既有传统中国传统的东西，既不能丢中国传统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又要让它脱离传统的这个素朴，是吧？让它有一个新的语言诞生，那么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好多人都在讲说“笔墨当随时代”，是吧？那么具体的你怎么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大的跨度。在中国的绘画史上，虽然近代的齐白石也曾画过葵花，但是以葵花为题材的中国画并不多见，而梵高笔下的葵花早已名誉全世界。在仔细地研究了古今中外名家所画的葵花之后，贾大年开始努力寻找一种新的绘画语言来表达葵花所带给他的震撼与感动。的葵花将绽放出怎样的绚烂？中国画传统的笔墨会被赋予怎样夺目的色彩？我自向阳朝天笑，下期继续为您讲述画家贾大年的画葵之路。多年的苦苦追求，朴实无华的葵花会在他的笔下绽放怎样华丽的色彩？
长久的不懈努力、别具一格的画法将给画坛带来怎样的冲击？我自向阳朝天笑，继续为您讲述画家贾大年的画魁之路。葵花的一生追求光明，他的朴实无华与无私奉献为世人所称赞。当落日的余晖照进葵花丛时，那种夺目耀眼的金黄色终于让苦苦寻找绘画题材的贾大年豁然开朗。然而又该用怎样的表现手法来展现令他震撼的那抹金黄色呢？艺术，什么叫艺术？艺术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让它升华，得到一种升华，是吧？就是我们传统说似像非像，你要用传统的一些技法和传统的一些绘画方法来表现，远远不够啊。因为葵花这个本身它的色彩，它虽然不粉黛自己，但是它那种气质，是吧？你把它联想到用什么颜色来表现它，虽然它是黄颜色，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的富贵，表现它的这种精神。在中国的绘画史上，虽然近代的齐白石、崔子范也曾画过葵花，但是以葵花为题材的中国画并不多见，而梵高笔下的葵花早已名誉全世界。在仔细地研究了古今中外名家所画的葵花之后，贾大年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绘画语言来表达葵花所带给他的震撼与感触。既讲笔又讲墨，那么色彩呢相融，因为中国画跟这个西方绘画就是所谓的说相结合啊，无非就是说把西方东西拿进来，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一种理解。绘画呢不是说我们去结合，而是相融，是吧？就是说我们因为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有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语音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美的一种理解和一种追求，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创作思想，是吧？一种意识啊，一种技法，一种语言来表现出来。这幅画叫《秋色赋》，是贾大年画的第一幅葵花。在画里，工笔画的秋蝉与已经结满葵子的葵花相映成趣，一片祥和，回味无穷。然而当初在画这幅画时，贾大年可谓费尽心思。当时呢是我苦苦的练习啊，去研究那个怎么去表现它。然后最早画的那个葵子呢是长形的啊，怎么表现呢？它都表现得非常死。在尝试了多种方式之后，贾大年决定用写意结合工笔的方法来画葵花，希望把葵花的默默无闻和葵子的晶莹剔透完美地表现出来。可是反复画了几遍都没能达到他所要的效果。正当贾大年开始灰心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最后有一天突然在纸上掉了几滴这个水啊，而且还夹杂了一点淡墨，哎，突然掉到纸上以后，产生一个水晶感觉，啊，就跟一个水球似的。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是吧？哎，就无意中我就联想到了，我如果要用这种方法，是吧？我来表现那个葵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
开始尝试，但是怎么搞，他也出不来这个效果。葵花籽是实心儿的，用水滴的感觉来表现它，无疑是贾大年别出心裁的绘画方式。可是，这也给贾大年带来了困难。画中国画，要么用手宣，这种宣纸的特点是不阴水，适合书法和工笔画，能经得住层层皴染，墨和色不会阴散开来。而生宣却跟它恰恰相反，它的吸水性和浸水性都强，容易产生丰富的墨趣变化。贾大年用的也正是生宣，用它画画虽然多墨趣，但是落笔既定，水墨变化迅速，不易掌握。贾大年又该如何在生宣上画出既栩栩如生而又如水晶般晶莹的葵籽呢？正在困惑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笔啊就沾上墨，在那儿哐哐哐沾墨，着急嘛，啊，沾墨就扔那边了。结果一扔，正好笔落在纸上。哎，它印出的那个感觉正好一种光亮的感觉啊，它既有这个周边的这个轮廓，又有中间的这个亮点，哎，我说这个挺好，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开始研习，开始自己探索，啊，一点一点的从里到外，一点一点的，哎，由小变大，哎，后来又慢慢考虑，如果我赋予它颜色，不是更美了吗？是吧？那么最后又把它融入了颜色。贾大年画的葵花，从花心的葵籽开始画起，颜色由深到浅，葵籽由小到大，层层阴开，一笔呵成，堪称一绝。在他的画里，葵籽不再是单纯的金黄色，象征生命的绿色、热情的红色以及神秘的紫色，都被用来描绘葵籽。然而一直以来，贾大年从来没有把自己潜心研究的包括秋色赋在内的葵花作品公布于众，童年的记忆依然困扰着他。就那个时候啊，真是有一种就是没底儿，心里没底，又不是传统的那种绘画方法，那种形式，他又不是没这说不出来，没有一个定型，是吧？这我就没底儿。当时呢，这个北京有一个拍卖行叫北京拍卖行，那个拍卖师叫王进南，王老师。这个时候，王老师说：“我来给你弄。”1997年。由贾大年和王富阳、王同仁、杨燕等大师共同举办的当代绘画联合画展，在王楠的精心组织下隆重开展了。在画展上，贾大年的秋色赋悬挂在了醒目的位置。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这种新的绘画语言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贾大年惴惴不安地进入了画展开幕式现场。因为是酒会嘛，大家在那儿品着酒聊着天，突然有两个人就从那个展览的那个厅里出来了，就说：“哎呀，这幅画是谁画的？这太绝了！”这语言太丰富了，说这没见过，这太棒了。那个在画展上脱颖而出被大家所称赞的正是贾大年的作品，而那幅画画的恰恰是最初带给贾大年创作冲动的那抹金黄。那幅画就是秋色赋，让我画了一个秋天那个感觉，就是这幅画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在官厅水库
看到的那个场景的那个记忆，就是李祖光啊打进来，然后我把他加了一个禅在里面，那李祖光打进来以后，让那幅画我到现在还在留着，它是我的第一幅作品。这幅《田园交响曲》同样是贾大年早期的作品，而这幅画也在1997年的画展上成为贾大年多年来第一幅被人收藏的作品。收藏我的第一幅作品，也是我从事商业的第一幅作品，就是有一幅斗方方子，题目叫《田园交响曲》，是绿色调的。那么两位老人当然不知道我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是我画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我画画嘛，就说哎呀这幅作品非常好。结果当时王老师就找到我说，大年，这幅画咱们出售了，我还能卖啊。我觉着一个新的东西诞生，是吧，它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当然说认可也好，首先你自己得认可。画展成功了，秋色赋田园交响曲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贾大年也重拾信心。然而这个时候，不安分的贾大年又开始琢磨，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画更加灵动呢？曾经让自己备受打击的工笔昆虫，在水墨葵花的创作中又能不能有所突破呢？在传统的中国画中，昆虫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中尤以齐白石所画的花鸟草虫为一绝。时隔多年，贾大年再一次从白石老人的画作中受益，那么就想到齐白石老先生，大不可再大，细又不可再细，以致最后形成了齐白石自己的一个独特语言，是吧？哎，那么我就想，前人的东西我们应该学，是吧？那么我们把它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绘画里，啊，我们灵动的去运用它，既发扬了我们中国传统的笔墨、传统的绘画这个文化，哎，我又成就了我现在的一种绘画的方式。在唯美的花卉中增加灵动的昆虫，让画面富有情趣和情节。贾大年开始尝试让葵花和各种昆虫一起讲述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你比如像这幅画，是吧，我实际上这幅画呢，我并不是说画的这个寓意就是螳螂捕蝉的这个意义啊，其实呢我想表现的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喜秋啊，两个在这一种趣味性的这种感觉，那么后来画完以后，好多人说，哎，你这个还不如画一个螳螂捕蝉，所以我又加了一个黄雀在后边，是吧？那么把黄雀给它隐藏到里面，黄雀在后面看，是吧？在观景，是吧？就总之，它就是一种情趣的东西在里面，一种语言。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画中的情趣所感染，这让贾大年意识到，画画并不是单纯的把生活艺术化的再现，而是要在作品中增加作者的思考与对世间万物的认知。所以我有一幅画，就是植入者之间，两个秋天的葵头垂落了，老成，但是呢非常谦和，那么我就把它比成人，比成两个老者，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一幅画母爱，两个向日葵，好像一个大的葵头，好像是母亲来拥抱着自己的婴儿，那种感觉实际上是葵花，但是呢它表现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母爱的那种形式。在贾大年的画室里，
有一幅刚刚完成的画作。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贾大年开始把人物添加到葵花作品中。而回想起这幅画的创作过程，贾大年依然忍俊不禁。我在这个画工笔人物的时候，我最当然线条是比较难的哈，一有闲暇的时候手就在动作，就是画线条的这个感觉，就在找这个感觉。所以有时候坐公汽车，经常闹笑话，人说给这个残疾人让个座，是吧？因为我这手老抖吧，人家就以为我是有残疾，小孩麻痹症。传统的工笔人物画以简单的线条勾勒作为造型手段，借助线条的粗细长短、方圆曲直来表现人物的形神气韵。经过反复的练习，贾大年的人物线条画得更加老道持重、灵活流畅。然而即便如此，在声选上画好人物的头发，又让贾大年犯了难。关键较真的就是画头发。那么在声选上呢，基本上就是一笔，啊，用写意的方法一笔，啊，既有飞白，又有默契，然后浓重，浓淡干湿全有，让它表现出头发那种蓬松感。那么在声选上画工笔，它就不一样了。那完全是靠毛笔的一根一根的撕出来，在撕的过程中还得让它有浓的地方，有淡的地方，是吧？让它质感表现出来，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人物的头发往往是画人物画最后的一个步骤，在首选上画还可以进行修改，但是一旦笔落在声选上就无法修改，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让整幅画前功尽弃。那就较真儿啊，那画不好就扯呀，啊，最后自己把人物画好了，一画到头发的时候就开始犯怵，对，就有点哆嗦了。画不画，一画了这张画就白画了，画了一天了，画了两天了，好不容易勾完了，一画头发就完了。但是就即便这样，我宁可画坏了，我也要不画，哎，我也要表现。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之后，这幅美人图终于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类似这样的创新在贾大年的画里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如万花筒般绚烂的花纹，神秘而奇妙的网纹，浩瀚的宇宙太空。贾大年在不断地充实着自己，充实着自己的画魁之路。